准备。闸门打开了，今天这场第一集的赛事呢，也是韩国马世会锦标1200公尺的草地赛。那中间先上来一匹灰马是卓越，跟在他旁边的是天眼，然后呢就有这个总司令跟着明望之星啊，在外栏的位置冲上来，也想去抢前领啊。然后守在第五匹的则是智慧奇才，大概是一个马位之后呢就有八月，另外守在他旁边的是火箭星，跟着呢就有哈利神马，然后呢就是这个玛丽在一个马位之后，跟着呢就还有国金稳钱，另外呢就是这匹圣十字，然后浅绿色彩衣的是高打上，而暂时殿后的是一匹冷门的大将军呢，赛程也不对的，他现在距离前面领放的马匹已经是大概有6个多马位了。转入这个400公尺的时候呢，现在卓越还是在前面带出有一个马位，后面在追他的马匹很多啊，包括有这个天眼，然后呢有这匹总司令呢是在外面搭外栏，再上来一匹走势是更加快的，就是八月。那八月跟总司令两匹马又在斗了，然后后面还有一匹马力啊，马力在斗，马力跟八月，马力在最后阶段又赢马了，然后是八月跟着有总司令啊，还有这匹哈利神马也是比较接近的。那其他马匹呢，就包括国金稳钱、大将军、天眼，然后呢就有圣十字，另外呢就是粉红色彩衣的智慧奇才，跟着有这个11号的高大上啊、明望之星、火箭星，然后呢就还有10号的是卓越。玛丽40多块钱赢出来，这个八月今天也是想要一赢再赢的，但是玛丽同样是想要再赢的，结果这两匹上一刚刚赢过的马匹呢，在最后阶段是斗得难分难解。总司令也算是尽力了，跑一个应该有一个第三名吧，因为后面那匹冲上来也是跟他很接近的。哈利神马。哈利神马。嗯，这个是很正常的赛果了。那些没有经过班级考验的，什么国金稳钱这些的，你看输多远？第五名。啊。还有那些图层不对的，输多远？2796。嗯，这个赛果就是已经反映了本地目前来说，除了林家转将之外的普通马们，他们的。而且这。